Adesso vediamo il rappresentante dell'Ucraina. Next to stage representing Ukraine, Anton Kovalevsky. 好，下面出场的是乌克兰选手科瓦列维斯基。短节目之后排名第十六。
乌克兰选手科瓦列维斯基这套动作应该是完成的比他在上一个月的温哥华冬奥会要好。当时呢，那场比赛冬奥会上他摔了三次这套节目。刚才呢，虽然在两个阿克萨三周跳落冰都有双手扶冰的现象，但是总的来看这套节目还是完整比较完整的滑下来了。阿克塞尔三周跳是他一个比较弱的环节，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慢动作，看他周数够不够。如果周数不够的话，那他就会被降成两周，这样的话呢会损失掉4.7分。这套动作他有两个阿克塞尔三周跳，所以只要周数够，那么他的这个技术分还是比较乐观的。好，来看这个，这个动作原计划是后面要接靠后外点冰两周，但是他双手扶冰面之后，后来又步法之后又接了一个后外点冰两周，所以他不能算是连跳，最多算是个连续跳。连续跳呢要比连跳分值少掉20%。后外点冰三周，接后外点冰三周，因为是在第八个动作去做，所以可以得到10%的基础分值的加分。男单自由滑时间是4分30秒，在后半程做的跳跃会得到10%的奖励。技术分是57.33，这次还不错，两个阿克塞尔三周跳的周数都给他承认了。节目内容分62.10，追加扣掉一分，应该是因为超时，是118.43的自由滑成绩，总分是186.03，目前排名第三位。谢谢。